哦，那不是。
它需要能量往外做功，那个能量就由它的热能灌出去，这样子嘛。所以这是一种，就空调是一个很有效的降温方式哦。啊，然后上面气压都很低，对不对？所以一旦让它往上走，它就会有效膨胀。好，所以低压是一个方式让它往上走，还要是往上让它去往上走。就三波，碰到三波就只好顺着往上走，大家同意吗 ？OK， 好，还有嘞。凝结盒是另外，凝结盒其实是达到饱和，有的时候空气太干净，达到饱和了却不凝结出来。那一旦你就是沿途撒凝结盒，它就会长成一条的鱼，知道叫什么吗？那个飞机尾啊，因为飞机它其实排气会排很多就是小灰尘这样，所以它飞过那里那边就会有鱼长出来，沿着那个撒灰尘的地方慢慢长鱼出来。那其实空气已经达到饱和了，可是它没有一个东西可以附着上去。所以才有那样的情况，但一般地平面不会发生，因为实在污染或者颗粒太多了，所以通常不用担心凝结盒的问题。好，还有嘞，课本画了四个图的，我再讲两个，低压，还有另外什么，空气密度怎样可以让空气往上走，它要密度变小，对，相对于它旁边来讲，因为你可以想，它在空气，它的整个大气层就好，它在一个容易你们会跟在液体里面，液体里面你要往上浮，对吧？你的浮力要大于你的重力，就代表你的密度要比人家小。那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空气的密度比人家小？加热嘛，你就用热胀冷缩去想，对不对？它加热，它比人家这个地方，那为什么会它比人家热？其实还是回到地面加热的有效没效。那地面的也一样，大家照太阳，为什么有人温度升高很多，有人温度升高很少？那就是热嘛，跟你想，因为你那个什么沙地、草地走起来就不一样长，对不对？所以地面就是因为地面的材质不同，所以这地方如果一样被太阳照射，它加热比较有效，它上方的空气会稍微温暖一点或热一点，它膨胀的幅度比人家大，它密度就比人家小，它浮力就比较大，它就没有往上走。OK， 还有冷暖。然后的暖，不是冷风跟暖风，冷暖风碰在一起了，只是说冷风 and 暖风啊，那全部都不会，自由风不会。好，所以那张图的重点不是冷风 and 暖风，是什么？空气交汇，然后嘞？既然你说要交汇，代表两个不一样的东西才会叫交汇，对不对？一样就没有分解了嘛。所以通常那个不同一定会反映在密度的不同，懂吗？不同密度的空气放在一起，只要我的密度比你低，我就有机会往那种往上走。所以其实这个地方可以换句话说，我们在找哪个地方容易形成雨，容不容易下雨，其实我们都会找大气的环境中哪里可以让空气做这件事情。叫做哪里有上升气流，因为我们知道在大气里面，各位还记得吗？在地面附近不是上升一点点气压就变很大，上次讲过，所以气就让它做上升运动，它就会很明显感受到周围的气压变化，它的体积就会变化很大，它就会降温很有效，那个地方就容易让空气从不饱和变成饱和，就会凝结，它小水滴太多很大很重才会掉下来，才会下雨，这样，那为什么会有？性质的空气，有些人遇在一起。刚刚讲冷风暖风，两边的空气又怎么不一样？但我知道一个遇到一个遇小，对啊，遇到遇老师是谁造成他密度遇小？哈，温度啊，温度很简单，反正温度高的密度小，温度低的密度大。可是气管除了温度差，还有别的会有差别。比如说课不是有个叫你动动脑，来动动脑好了，好像动动脑，都不是、啊。来往后翻，他说同温度的干燥的空气会比湿空气的密度大哦。你们想问这个事吗？刚才我们是比较不同温度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就回家想，不同的温度，我们大概是要用热胀冷缩去想，热的空气密度低，冷的空气密度高。那今天如果是相同温度，两个空气，一个是潮湿的空气，一个是干燥的空气。如果今天你没有看题目，你猜，你印象中你觉得哪个空气密度大？你可能会觉得。
么东西会影响到空气的密度？除了温度之外，显然现在水汽含量会影响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可是水汽含量为什么是这个影响？大家回去想想看。OK， 好，今天。